老婆，晚上我和朋友出去喝酒哈，可能晚点回来。晚上我一个人在家，我怕黑。哎，有什么怕的？黑只是一种颜色。那你怕绿吗？嗯，那算了，我还是在家吧。七，给我比个心吧，比个。一生要走多远的路程？经过多少年才能走到终点？梦想。It's been a long day without you, my friend, and I'll tell you all about it. 你比多大？20啊。你有爸呗？你有病呗？你说这话可真有病啊！我没爸，我怎么出来的？无土栽培啊。不是谁呀、啊、瞎吗？你为什么打我这个不要脸？我这么好看的脸我能不要？我这有一个肉条和我的脚，你选肉条啊，选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。爸爸，你看老爷手里有一个肉条和一个脚，你选。啊，也是肉条是吧？你看我这是一个肉条，这是我的脚。肉条是不是？乐乐悠悠乐悠六悠乐六乐乐。呀考试考成这个样子，给我一个交代，给我一个交代，给我一个交代。